亲朋好友以及匈牙利友人，以及还有福林教会的亚洛什牧师，大家都是安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啊。在这个悲伤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陪着安世华先生走完他最后的一程。在这里也请家属，也请家属节哀。下面我们请李振先生，来李振，李振先生，这个回顾一下安先生的生平事迹。各位友人啊，各位朋友啊，感谢大家今天那个来到我们安世华先生、安世华大哥，安世华那个先生的葬礼啊，葬礼仪式。这个葬礼呢是安先生之前的遗愿啊，并不是他病重期间的遗愿，而是在多年以前就有这个遗愿，就说他说啊，或者跟他太太就是开玩笑也好，或者是乐天也好，他希望死后啊送到通道河。Conceived at the deck, Minyan Pinak. Audit, I had a drink to Napa, also not, as the Kiram Shaka. Then, either you can have Rick and my bagging dog of a ship neck, who you might hold out with them to Napa, Ocho Cup, so as the Kiram Shaka, what to Napa, as a再见到咱们的电视。安世华先生呢是1963年啊12月31日生于中国的石家庄啊，河北石家庄啊。2021年5月31日由于这个感染新冠进入了那个任何巴黎斯的彼得菲医院。其实那个新冠已经转阴了啊，而且他还获得了这个免疫卡。不过后来呢，转阴之后呢，并没有出院，因为他肺部开始感染了，所以不幸在5月31日那个去世啊。按我的白的一个艾德林在好多他们戴森班今天好多的干虽然在这平常一喝杯多的马云斯海烟石家庄马老师啊，帮于是奥斯一点。像那个 Michael 的 Obedost， 也是 Michael 的 Obedost 的 Good Husband。Maria von Negotiv is not Bekrish， 但那个那种书有上盖罗的对，我记得对的呀，也是那名 Gerald Dash， 说了 Back Hall 的盖罗，我就去对的 Gerald Dash 了吧，那么古罗米是吧？原来我在那，你是买够不到哦，为了自己家家的事，蛮好了，不干。我在山，我突然，安先生呢，就是享年是57岁啊。本来是年底呢，就是满58岁。安先生是1991年来到匈牙利的啊，他是当时是公派啊，公派公司来到匈牙利的。所以说他的人生的最后30年都是在乡里度过的。安武老特白地爱德边萨斯人算埃及班埃及诺伊阿拉米茨克格尔代我有三个了于是一次阿拉米多多埃及不是一次阿拉米多多特埃及格尔代有三次说了我是乌都说哈隆伊维特民伊特我有三个就就带在一个人的葬礼上，我们总是恭维的使用很多褒扬的词汇来评价逝者啊。然而对于安世华先生来说呢，他首先对家庭担当起了丈夫和父亲应有的责任啊。对广大朋友呢，确实展现了很大的真诚和友善，对社会积极和无私的奉献都是真真切切、发自内心的，是极其真诚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和值得我们钦佩的。这也是一种伟大。所以
我给那个代码的是命令又糟糕的 Mundo Connect 或者 Mian U World 在 On World 在 Dynamic 上 UML World UML World 那就设了第五级单设了代码和 Chola Jet 于是那就 Usindin Chola Dota Mindan Chola Jet 于是 Usindin 和 Dinoi Gunoshi Connect以及 Shockout, Shockout, Megadeth 还是把这个为杜祖克那是按我不多说第一次一般 Shockout, Shock Goes a d 被打我了 Let's have it, Megadeth 也是为杜祖克我觉得或者或者那种有在的病的病的病的安世华先生呢与这个迪士林女士呢这个夫妇啊是很爱的啊相濡以沫养育了三个学有所成的儿女啊临终前在呼吸机上啊安世华先生听到妻子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说你要好起来我还没有爱够你呢。当时安世华先生已经失去了意识了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他的眼角还是流出了泪水说那就塞了带哦叫老家那塞了带哦叫老家哦哈多十八塞了带还是 must 于是不得山都为了 take 哈罗这样来个 get我的乌都说 No bone 我过了 husband My name do the best in you And 我的我是阿吉邦我过了阿吉邦 As it 我非常 shaken 我 feel it bad 是不是在火箭我是能到我发我的高 feel it bad 火箭给他们火箭要不然呀女儿名单 Eric 奥塞勒丹或者的，在英国马南都托拍摄的阿摩尔在霍洛岛女儿跟吉约特或者吉弗伊奥塞梅波在南都托拍摄的摄影。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使命啊！安世华先生在他平凡的一生中也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在这里呢，我想对安世华先生做这一个评价啊。安世华先生可以说是我们匈牙利华人社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啊。我会说理由的啊。从明天给那个帮个少爷在蒙盖，明天给那个帮那些少爷在弗劳岛，我是为了那边。安古尔也是，我这会儿走到，我是弗劳岛，我是为了那边。因奥斯在梦中，你或者安乌了，假说乌了，哦，吉诺伊，或者哦，莫加罗塞吉诺伊，古多什吉奈克，奥罗比多呀，于是又得罪了呀，灭也才是梦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说华人社会啊，华人社会的定义是一个集体，就是人与人建立紧密的交往和沟通啊。安世华先生属于。第一批来到匈牙利的华人，当时呢，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华人们，首先是为生活、为生存而忙碌，互不相识，缺少沟通和联系。安世华先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他内心自有的一种动力呢，就是让这里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和凝聚起来。安国的白帝哥。Edgar Watt, also Knock, O'Kick, Edgar Schulban, or the Gilan Zedek, or the Mozart of the Gilan Zedek, Eva Iban, you're the Gilan Zedek. All goals make Mindengi, Mokengint, Edgingint, Tavagenshetet, Torgotot, Nabish, Nabish, Medic, and Marsh. And one bedding of Ashland Mele, O'Kick,
都是在去做的广告。嗯，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一个叫新华社会新华论坛的网站啊，了解了当地很多的信息啊。这个网站就是由万振华先生创办的。妈的，那天过来，给了参加这个班，万振华本地哦，迈克尔都采集听到一。你的绿红的 boat， 我是拜的一个，我那边拜的一个，哦，毛教授在听到一个 follow 嘛。So as edge， 我是暗示，upper form， 或者哦，意大利听到一个往埃及刷牙子奥托呢。as 拜的一个，哦，听到一，或者哦，听到一毛教授，或者哦，毛教授在听到一个，可能是听到个，暗示。我同的，哦，我就是去经常要个芙蓉哦，哦，红萝卜。说这个生活网站呢，是华人社会相聚的第一个家园，也是新华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起始点。所以说，我认为万振华先生是我们新华社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随着人与人交往的发展呢。万振华先生又建立了三个新华论坛的微信群，成为匈牙利最大的一个交流信息和建立联络的平台。哦，乌塞夫干事，哦，跟到一条乌塞夫干事啊 ，as what， 哦，万振华那个材料，我们 it forgot like instant， 被打了哈龙 WeChat 直播多多，买过了比多多，还在个。as our harlem WeChat platform 的一个来到就个给到要个 forum WeChat 所以 each 有人可不是 each all of each all of it dot 给到一或者没有啥给到那个不能谁干还是我们到我们过去25了别的all of it 都要就是日多瑞亚，或者毛教授在纽约各种事情。安诺先生在新华社会中创建了很多第一。1995年，他开办了石开事务所，是华人率先成立的会计事务所。1995年呢，他又创办了第一个英语培训学校。2011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华人茶馆。2020年就去年哈，万振华先生举办了第一次，我们华人的第一次中秋十一晚会，举办了第一次华人青少年卡拉 OK 比赛。今年春节2月啊，又举办了第一届新华春晚。万振华先生近年主办和组织的活动呢，都不求回报，而且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也是他。的执着和呕心沥血的结晶。安斯华古老，安斯华古 shock， airshot， shock airshot， make that， make that， 哦，给那一工程师给他，被耽误了，还在边上给他做二十班 ，airshot kind， make all of it， 我是 airshot kind 那一，为了一路 that， 还在边上，新店还办到我是一班。麦克尼都到毛教授三二十毛教授年比我就哦毛教年外历史过来的我就一直到电脑要到那好少那毛教授了跟大家我进 L 班麦克尼多二十电脑带我孩子带我到我个人的带我孩子该做那复购工作的，该做不该做护士，该在护士班，该的一个 service， 我是二十这个在我是二十电脑要，估计多少岁，未来我是干啥的，现在一般我是一般该的一个service，我是二十。
并非我是 IP， 我的 opinion 也并不是 IP， 够 OK， 我也想。我是一点，我都不是原来过了，要的，再不再带，我是二十，跟我一样，都不是原来，未来我是干了的。现在还在过了哦，我还在这边哦，孟加拉班，我就我是在这边，从我到我到，南给上面，你是说那个是干这个，干了呢，上班的是你。也是并在世界上过的。王小华先生建立的这些平台和活动的目的呢，都是让我们向大家成为一家人，一个充满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相互联谊的一家人。王小华先生也是最直接、最持久的保持中国人和本地宣传人建立各种友好交往的开拓者和实践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像可能这意思就是，比如官方组织一些活动，就是三天两天就展览就结束了啊。但是我们二十八先生的他这个组织的活动呢，是持续的、持久的、更加深入的、亲亲切切与当地宣传人交往的。比如说他开的印度顿德茶馆就是一个园地，成为一个中兄朋友交流的一个园地。二十八五了。我到二十万买了，我给道路上各色的路了，道路到高坡道高车，我叫把它到一个，我叫把它到一个高了。我是个人的在哈早摆的埃及个高速公交啊 gate 那，我叫听到你是我叫把它到在哪个左右。那个埃及开演，埃及高斯邦教，他在这里呢，就是比如说介绍和传播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讲他的《道德经》，啊，《道德经》呢成为这个伦敦茶馆的一个特色。哦，《道德经》《道德经》，what， 安说那个埃及个那个盖德瓦特听到一个高斯故事以外。于是一般哦个人的在哈萨邦拉采的山找到埃里奥达沙哦到在进入于是 eat 到了东说克莫叫巴杜高于是安荣先生创办的中兄相聚人数局啊，也是最活跃的以中兄交流和友好为己任的人数群众。哦，那个呢就问 Facebook， 我觉得哦，那个就经常冒叫 Facebook， 叫朋友叫新店，我觉得这么多新店二十八五了，二十八五了，好多到，我操，我经常冒叫张老古族，请 Facebook， support， as on as support， 那个哦，那个 developer， 经常冒叫Facebook job board， 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出自他内心的善良、美好，甚至可以说一种本能的一种愿望。这就是大家，我们大家人人沟通起来、交往起来、互动起来，共同创造一个美丽的社会和世界。Get, thought, thought, make, wish, project, think, act, and follow.安荣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词汇啊，我总结有两个词汇，说 get to thought， 主动告诉你二十八做，我在记哦，释开啊，中国话是一个词叫释开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意思是人到了诚心啊，人的诚心所到呢，能感动天地，是金石为之开裂，也就是说，只要专心的去做，什么疑问。问题都会解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是二十八先生人生的完美写照。That's it. Oh, she got. Oh, since oh, taking a contact. Oh, she got. Name of. What about name of? I just saw one of module both on the road. My name is
红烧肉拼到一烧锅差不多，现在要熬水干了，拼到一锅了，那个了给哎给爱点菜，摆点一个哦，有啥都得搞够。或者你明白了，我帮爱拼到一各种东西，或者或者好，或者好，有阵吃，有阵在吃那个爱来呀，欧阳买好多的，或者哦，改名飞嘛。Is kemény kő, és össze tud törni magától. Szóval ez a sikernek a kínai életése. Siker, hogy a sű, a sű, kő, ke, a megnyílt, összetört. Ez első szó, amiért hagyott minket. Hagyott nekünk a tanul. So, 就是石开啊，石开在宋朝是成功的意思，石改成功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也从中看到二十花先生对人生和对事业的向往。另一个词汇是润德，我们还是一个俗，摆的一个古人的。好的，哦，再有哈子，或者fixed 哦，古代古人的古代一般，古代一般，哦。个人的薄了，个人的皮囊衣，买回来就皮爱的衫，还是买的薄些两滴，买到皮囊衣，那边也是薄些两滴，润德，哦是，阿波尤克，哦是艾尔格织改的，阿波尤克，哦是艾尔格织的，艾尔格织的，那叫润德，个人润德。所以说这个润德也是他所开办的茶馆的名字啊，顾名思义这就是滋润道德啊，道德经也就是阿舍华最亲切的一部典籍啊，也这是他人生的实践，他人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啊，润德就是个人的。所以说这两个词汇诗改也是个人的，诗开和润德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在这里也是中心文化交融的体现。石开和润德也就是我们的二十华先生，二十华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安息吧二十华先生，德国就被给办二十华公文。感谢李真先生情真意切的把老安的一生回顾了一下，下面我们请福林教会的诗班为我们献诗。
清真，我就住火阵，引他火阵，我能面对明天，引他火阵，不再惧怕，我甚至közösséget, hogy hagyjuk meg a fejünket és imádkozzunk közösen.
hozzád jövünk Istenünk, és téged kérünk meg arra, hogy légy velük akkor, amikor megnyitjuk a te igédet. Hozzád jövünk most, és arra kérünk téged, Urunk, hogy te vagy igaz a gyászolóknak. És lehet jó Istenünk, hogy a te igéd az élő legyen ma, és ami számunkra erőt adó. Jézus nevében. Amen. Amen. Ahogyan hallottam a bevezető sorokat, arra gondoltam, hogy ma egy hídembertől veszünk búcsút. Magyarországon hídembernek nevezzük azokat a személyeket, akik két kultúra, két nemzet, két világnézet között igyekeznek hidat képezni. Másképpen a mi kultúránkban a béke embereinek is szoktuk őket nevezni. Az utóbbi időben nagyon sok temetésen vettem részt a Covid-járvány következtében. És egy kedves ismerősöm egy hosszabb levelet írt nekem, aki elvesztette a férjét. És név nélkül hadd idézzek néhány sort ebből a levéltől. Tudod, János, az élet múlékonysága és töredezettsége részszerint való valósága miatt rám tör valami nyomasztó fájdalom. Ilyenkor azt kérdezem, mi marad? Mi marad, amikor azzal a ténnyel szembesülök, hogy olyan sok embertől, váradalomtól, mindattól, amit eddig túléltünk, most búcsúznunk kell. Én azt gondolom, hogy nagyon sokan elmondhatnánk, hogy mi az, ami nem maradt a Covid-járvány után. Mi az, amit elveszítettünk. Kik azok, akiket elveszítettünk. De ma a kérdés nem az, hogy mi az, amit elveszítettünk, hanem mi az, ami maradt. Mi az, amit tovább viszünk? János apostol evangéliumából szeretném olvasni a vigasztalás igéit.用几分钟时间来做一个中文的分享，就是刚才牧师所讲的圣经。亲爱的家属，亲爱的朋友们，最近我读到这一段文章，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在不断的告别，毕业的时候跟老师告别，出行的时候跟亲友告别，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告别往往被再见所代替。 我们不愿意轻易一别两宽，我们更期待他日再相逢。然而，当真正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往往手足无措，总以为这是岁月的终点。其实不是，就像那句经典台词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只要我们一直思念着那些逝去的生命，他们就会永远存在。我们不知道永远是多远。 只是害怕失去亲人，因为他们像是刻入生命的光，我们不能接受光芒暗淡，总是希望时光静止。其实死亡没有那么可怕，有人认为过世的家人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圣经却称死亡为睡觉，其实是一段长时间的休眠，等候创造主上帝有一天来将它唤醒。 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勉励安慰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在这章圣经的开头和结束。 都说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说实话，我们的心里经常忧愁。诗篇摩西这样的来描述人生的经历，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但是我们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最深的担忧和焦虑。 就是对分离的恐惧。门徒和耶稣也面临着分离。耶稣告诉他，他会离世，
那耶稣是如何让他们为这个悲痛的时期做好准备的呢？耶稣说，心里不要忧愁，你们相信上帝，相信我。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形象向我们表明，他不仅理解我们的苦难，他也在我们的苦难中与我们同受苦难，而且他还会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答案。在这种时候，我们通过信仰把它交给上帝，因为我有信心能超越我们所能看见的现实，来与爱我们的上帝建立信任的关系。离别和等待都是我们生活中最痛苦的事情，在许多人看来，等待是被迫的顺从，放弃我们想要的东西。然而从圣经的意义上讲，等候上帝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当我们跟安哥做一段时间的告别，感受失去的悲伤的时候，耶稣给信徒们的有力的保证给了我们力量。耶稣承诺要和我们在一起，无论是死亡还是生命。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来地上以前爱我们，他在地上一直爱我们，他也会再来接我们啊，他为我们到我们为他所预备的地方，他非常的爱我们，他会再来接我们。圣经雅各书说，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他是温柔仁慈，大有恩典。我们怎么能才可以在艰难的日子里生存和等待？这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亲人的回忆是美好而珍贵的，一句好话，一个温暖的微笑，一个亲切的手势，一个特有的动作，一切有价值意义的东西都是美好而珍贵。追思有时候也是无比痛苦沉痛的，但唯有爱能使生命和记忆值得爱，值得活下去。我们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们会再相会，耶稣回来时，我们可以与见到我们已故的亲人。所以亲爱的家属朋友们，我们都可以彼此帮助来度过这个段时期。这不仅是一个告别的过程，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我们相信只要爱在，我们就不会永远不会走散。耶稣对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信， 我相信安哥也信，我知道安哥的家人们家属们也相信，我希望大家也都相信，得到耶稣里面的生命、平安和盼望。阿们。Thank you.
同再到千万年，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只有甜美快乐的笑容，众生苦痛尽在平凉山川，盼星河送赞美睡着了，有一天我们会在耶稣那里与他相遇。下面呢，请大家每个人拿一束花或者拿一枝花，我们到上面去，然后就准备把骨灰要放在河中啊。Láttam a Szent Várost, az Új Jeruzsálemet, amely az Istentől szállott alá a mennyből, elkészítve, mint egy férje számára fedékesített mennyasszony. És hallik nagy szorzatot, amely ezt mondja az égből, íme az Isten sátora az emberekkel van, és velük lakozik, és azok lesznek az ő népei, és maga az Isten lesz velük, az ő Istenük. És az Isten minden könnyet eltöröl az ő szemeit. És a halál nem lesz többé, sem gyász, sem kiáltás, sem fájdalom nem lesz többé, mert az első elmúltak. Amen. Amen. Imádkozzunk Jézusnak. Istenünk, köszönjük neked azt az ígéretet, hogy el fog jönni az a nap, amikor Jézus Krisztus visszatér el a földre. Mi nem tudjuk azt, hogy mikor, nem tudjuk azt, hogy mennyi idő választ el ettől, hisszük, hogy lesz halottak feltámadása. Hisszük, hogy lesz egy föld, ahol nem lesz fájdalom, nem lesz sírás, és nem lesz elválás. És velünk ebben a bizalomban és hitben szeretnénk megnyugodni ezen a mai napon, és ebben a hitben és bizalomban búcsúzni Izraelnél. És mi kérünk téged arra, hogy áld meg a gyászolókat, különösképpen az ő feleségét, gyermekeit, hozzátartozóit. Te adj nekik békességet és megjobbást a gyász perceiben, óráiban. És különösen akkor, amikor véget ér a gyászszertartás, és élniük kell tovább az életüket, immár szerettük nélkül. Kérünk téged arra, hogy kísérd őket akkor is szereteteddel, erőddel, Jézus Krisztus nevében. Amen. Amen. Thank you.
位置啊，这儿就在这个位置，那是三个烟囱的，将来祭典的时候可以再倒过来。哎。